高高的，就像一只鸟。看了一艘轮船，在初中之前应该让他更多的去接触的是怎么样去玩，怎么样去探寻这个社会，不管是亲近于大自然也好，还是像我们这次一种乘坐直升飞机的体验也好，就是我骑自行车摔倒了，然后我就弄脏裤子了，然后我就会了骑自行车了。如果你把衣服弄脏了，但是你得到了很多收获，那就等于你这个弄脏的衣服是有价值的。